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对于动物也不例外。而喝水时，我们一般都是举起杯子，咕嘟咕嘟的大口喝水。那么动物们又都是怎么喝水的呢？食草动物大多是把嘴埋到水里吸水的。首先将嘴端贴向水表面或放入水中，通过下颌有节奏的压缩，上口腔正负压胶体，使水进入口中。两三用力，通过舌头引导，利用口腔与食道的压力差，把水送到食道。再利用食道肌肉的作用，把水挤到胃里，因此即使头朝下，动物也能喝水。而食肉动物通常是舔水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狮子舌头粗鲁地侵入水面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斑马滑稽露出了牙齿，轻轻啜饮；南亚的长臂猿用两只爪子掬水喝，而其他的猿类则是蹲在水边俯身喝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身边的宠物猫和宠物狗又是怎么喝水的呢？仔细观察发现，喵星人是通过伸出舌头接触液体表面，再快速缩回，将带出的细小液柱送入口中的。此外，对于汪星人，一位外国人对此做了一个实验，他借助了高速摄像机拍下了狗狗喝水的细节。当老外将狗狗喝水视频放慢50倍之后，我们发现狗狗喝水时会将舌头卷成朝着自己的长柄勺状，水流则顺着勺子的长柄进入汪星人嘴里。形象来说，喵星人是喝送上门的水，狗狗是自力更生舀水喝。怎么样，看了这么多动物喝水，是不是感觉自己奇怪的知识点又增加了呢？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